捅过来点点。点点点滚点点。声好小啊。点点滚点。静好在圣灵中。我是咋那么小声呢？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叫队友来啊！点。点点点点点一哦，这都能烫死我啊！我服了，把他杀了。哎呀，这怎么能烫死我了呢？我的天哪！不过落手谢亏了，你知道吗？虽然我们死了，但是你们自己看他的兵线，哎，别的我就不说了。An ally has been slain. 趁黑出动。没事。他一个刀，你看着吗？他一个兵。我让他们得到解脱。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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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点点几把开始来点点点滚点怎么办来一双攻速海他又血亏哎那皇子不帮他推兵线亏死他不着条可能是因为吸地了他可能拿来赶路的我们马上六级，他四级。一会儿皇子来了，我就双杀。点点滚点点点，还风骑呢，还在草丛里边蹲我。赶紧推过去啊！他又扫死一波兵。对吧？泽拉斯不能写了，他写了我们很难玩的。
叫一波螳螂啊，点滚点点一点点点，走位点点点，他又扫视一波兵，他四级，这波不拆了，哎，让他再扫视一波兵，我们回家了。下路好像有点厉害，我们这把的生存环境可能不会太好，我们上线直接开疾跑杀他啊，直接疾跑开大，在这儿开他看不出来我疾跑动作，直接过来点点点，滚过来点点点，推吧，他五级，我们八级。现在有个 bug， 就是你没有在对面面前开疾跑的话，他看不出来疾跑的动作，知道吧？他看不出来你身上有疾跑，这是个 bug。其实我刚刚那波可以不推，但我觉得我们家队友吧稍微有点弱，塔个眼点不行了，这得走了，上墙点，我操，这什么伤害呀？啊，我这黄人一个伤害也太高了，我的妈呀，他有点厉害呀，给我秒了，我这好歹是八级的维恩呐，我天哪，给我秒了。有点猛啊，点点滚过来，不点了算了，打他个大招，打他个疾跑可以，我们得赶紧把塔给推了啊，这情况不对了，这黄纸太肥了，有点，而且下路也挺肥的，再折磨他我们家就得输，一定得杀一次这黄纸，才1000元，你也来杀的落手啊，点点一点点点点，算了，给落手吧，不给这黄纸了，这黄纸再给不行了，要起飞了，哎呦我靠，
没事，还好我中弓了，可以接受。嗯，再给这皇子要起飞了，不给他了。我们赶紧给落手一个人头，让他值点钱。先把剑摩擦了，滚过来，点点点点点。他没技能啊，追他。靠，又是你。哎，好像不对劲呢，我这右键点的呀。好，来了，给口汤喝呀。赶紧把他上塔挖了，这没法挖了，这小子又过来了，好烦啊，这个人啊。他就打红去了吧，别来了，小心点。他应该退下了，我感觉。哎呀，他没有在下路出现呢。嗯？这干嘛呀？这两个人呢？那俩人疯了！我天哪！你还真敢猜呀，我发现。死了。有人吗？看看去啊！哎，我们可以打，来来来来来，我们可以把这打了。我再去把这落手杀一遍，他没技能了都。刚那个扣怎么刮到我了？哎呦，一千！索拉斯跟我玩，你能玩得过我？所有东西。
看看他来不来啊、哦？他来，我们可以干他。他玩不过我们。Nice， 上路收官兵。4000块回家了，哎呦，舒服啊！4000块，我们购物一波什么装备呢？我们来一波幻影之舞吧。嗯，羊刀这把先不要了吧，先来破败吧，怎么样？先来破败。收集者，维恩还出收集者呀？这啥呀？这是，哎，这火蓝实在是有点烦啊。刚出来无敌了就死掉了，这波没操作好，这波操作好了其实死不了。小法师还不快走啊，刚才啊，那个火蓝呢、啊、那个 Q 技能晕到我了，我应该把他 Q 躲了，这其实我 Q 没躲掉，这就是我们操作不行。你玩一个维恩，你没有躲掉这种非指向性技能，你就是菜，知道吗？这就接受不了。哎，我这兵补的，不该暴击的时候瞎暴击，该暴击的时候一点不暴击。走中路干一波团，来可以打，直接几法开起来啊！都杀的火蓝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先杀人，你给我死 ！Nice， 拿下！先杀人，知道吧？这波如果我们先打龙。龙被黄子抢了，前功尽弃。一定要先杀人。无敌肯定是无敌了，兄弟们。哎，无敌肯定是无敌了，现在我们。这个出完，羊刀出完，我决定再出把无尽。我都不出防御装的吧，我就三下一个。反正他们家都退，去上路折磨落手的，守一下中路。不要点这个东西啊，直接跳弹跳过来，看他妈哪懂。哎我的妈呀，真能跑啊这是。
这补刀补的挺难受啊。罪恶我那蛇磨死你，我都让你根本就碰不着我。打这种落手啊，你就点两下你就往后走一波，点两下就往后走一波，他指定想勾你，你知道吧？因为他一直跑是没用的呀。这补刀确实补的难受哈，靠，我 A 一下他就没了。要我走啊，没大招走也行，走吧，我们家都龙魂了，这螳螂控龙可是可以的啊。这边皇子优势这么大，他不控龙，我跟你们说一定要打小龙，知道吧？你可以劣势，但是小龙一定得有。小龙是什么东西呢？他不是说给你家的属性多狠，他是能保障你能有后期。对面只要不是优势50:0这种情况，直接上高地把你们全干死了，你就能拖。小龙峡谷先锋，现在的绿叉是真猛。咱就不去了啊，这波投降了。我昨天晚上吃了4个蛋挞，